范大学。作品建物好棒。来，请问同学，你当初是什么的这个缘起呢？然后呢，这个什么发想呢？然后产生这个作品？一开始想说，因为住宿的学生比较多，那我想要营造一个茶席空间，让他们感觉像是在里面交流，像一个家的感觉，所以才会想说要设计一个茶室出来。好，所以您这个作品里面都没有任何一根钉子。那您是都是什么街？卡笋，都是笋街啊、嗯。所以您对这个作品来讲，那个如果以后运用在生活上，你觉得它是怎么样的运用呢？我觉得它不管是家具、柜子，甚至是任何一个生活构件，它可以成为一个很便利的。在这个社会上，大家都在租房子的时候，它可以省掉很多的所谓的装潢的费用。那因为大家都是租房子的居多，那我今天要换地方住了，我可以全部拆解开来，我就可以带走，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营造出一个新的家的感觉。哇，好棒哦！所以它是很环保的，对，它很环保，而且可以无限的延伸。对，它然后可以一直运用下去。然后呢，你所用的材料有哪一些？木头这一次？我这次使用了杉木跟块木。杉木跟块木。是你总共前后花了多少时间？总共花了加前面的设计花了将近快八个月。八个月哈、哦，所以你觉得最困难的地方是在哪里？最困难的地方在设计，自己一个人在工厂的时候是很困难的。那是有想放弃吗？没有。没有，哇，很好，所以华范需要你。我们以你为荣，华范以你为荣，耶、yeah! ！华范之光，耶、yeah! ！棒棒棒棒棒棒！那因为今天已经策展了，所以呢，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作品呢，啊，已经开始了，不是成型的作品，但是呢，你可以看得到，这个郭同学呢，对，你看这个郭同学，他非常的用心。那这位就是指导老师林正雄林老师，耶、yeah! ！老师，你对这郭同学的这个作品，你有什么感想？我们华范的学生非常优秀，太优秀了。他指导他一年，他从不会木工，哇，全部自己做出来，哇，在我们学校的那个潜力无穷。是老师好啊，老师教的好。鼓励他毕业先不要就业，先不要就业，直接创业。哇，这也是算一种这个创业嘛，啊、哦，也是文创嘛，也算文创，也算原创。哇，太好了。那他需要去考建筑师吗？啊，不用建筑师，他就靠这个吃饭就哇就够了。对呀，啊，听到了啊，你、哦、可以创业了，名师出高徒。名师出高徒，好。那我们就不影响他们策展哈，那么大家就知道了，这个华范的同学啊，学生的作品呢是非常优秀的，请鼓励你们的小孩，社会大众的小孩来读华范，耶、yeah! ！